为了要提升台米的经济收益，透过东鼎台米合作社举办了2016年南投县春季茶比赛，邀到23位专业的评茶员来进行第一阶段的评分，场面是非常的壮观。不过受到天气的影响，今年只有收4990件，比起去年是减少1000件左右。为了提升茶米的经济收益，六个当丁茶合作社举办了春茶比赛。不过受到天气的影响，今年只有收到4000多件，比起去年减少了1000件左右。茶在咱新北政府总共是2154班，咱的乌龙组是2757班，总共办数是4911班吼。啊，这办数比往年比起来有较少一寡，主要这就是讲咱进前。咱的茶在生产的过程中有拄到咱的寒害吼，所以影响到茶农的报名意愿吼。比赛分组新品种甲乌龙组来进行，由23位的专业评审来做第一阶段的评分。虽然今年的数量减少，不过茶的品质是比起以前更加好。今年的品质在评审当中呢，茶汤都略显比较火候不会以前那么高，啊，火候会稍微比以前还降低。那茶叶的清香度呢，就会比较明显，所以今年的平均上，它的焙火相当的足够，也相当的应该算品质，应该算很好的一次。另外，今年的春茶展售会，如果当丁茶合作社也做了淡薄变化，将会提供给茶农单位，可以来为家己所生产的茶米做介绍。为着要让咱提高咱茶农来参展，让咱的消费者感觉伊用买到较好的茶，佮用气泡到咱的好茶。所以咱是哦，每一个茶农采登记制，啊，伫咱合作社统一来安排单位，啊，互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单位，啊，不要类似像较早迄个大拜拜的方式吼，啊，每一个茶农拢会用泡着伊介绍伊的产品的特色。合作社嘛表示，未来将会采取多元的经营方式，研发饮料茶等等的相关产品，为在地茶农带来更加大的经济收益。记者陈木雄采访报道。